就是要把换小瓶子的时候，就说把这些换上去，这些先放上来，然后这些的话要拆掉这个结构，这个结构呢，我们就先拆底部这三颗螺丝，先拆这三颗螺丝，先把它拆下来。然后拆下来就把就可以把这个挪上来，拆下来这个就把这个结构给拆了，这个结构。这个的话，其实不拆也可以，这个。没事，不要，继续。然后就直接换了，直接换这个，你看，不要踩桌子上去，不然。这里一个直角，然后我们直接把它顶起来，它里面有个弹簧的，顶起来，然后这样转一下，转动一下，看到吗？可以转动，一转动就可以直接拔下来了。这个要注意看它里面那个弹簧会不会掉下来，掉下来就把它装回去就行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我是看不到。就一个大一个小，我们就把这个小的装上去就可以了，就跟刚刚一样，先从这里穿进去，从这里穿进去，然后找到这个孔位，从这个直角这里穿进去，穿进去把它顶住，然后摆过来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看到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是竟然看得到。开始。然后刚刚是拆下来这个大的，然后现在就把这个小的装进去。这个小的要注意看一下里面，它有一个那个十字的，有十字就可以了。然后就按刚刚步骤。从这里装回去，把它锁紧就可以了。OK。